雨夜逃夫案，当年参与的法医第一身讲解。他是用紧好靓的相机去影 close up 添嘅，咁就好定佢啲手，所以啲相影出嚟系好靓。睇佢呢啲相好古怪。哦，呢个就系破案嘅关键啊！六六六泳逝者代言人，星期四晚11:00 J2。